深夜，我又被孤独唤醒。身为十八线美食博主，一碗高端的螺蛳粉才能彰显我对生活的品质。它是失眠人的好朋友，但烹饪却极其讲究，比泡面还有韧性的米粉。一杯高质量的水才是泡它的关键。水在100度沸腾，却会挥发它的米香，所以标准的91度310毫升才能激发出原始的美味。时间是面的敌人，完美只存在一瞬间。味道不对，手势水温根本不严谨，试试小米即热净水器 Q600即热水龙头直接调节水温，量杯实体出水按键有效防止水湿影响出品效果，还连接米家 APP 调节你想要的温度，净水效果一流，安装也非常的方便哦。 So easy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泡不出螺蛳粉了。